Hobby Game。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今个星期的玩具开箱就是这盒 Bandai 的 Tamashii Buddy 系列 ，Capcom 的游戏 Rockman X 的 X 人偶啊。这个系列最大的买点啊，就是它够悭位啊，用 Q 版的造型啊，人偶只有9cm 高，相对咧定价亦非常之平啊。唯一的缺点咧，佢就系唔可以喐嘅。几乎所有 Tamashii Buddy 系列的人偶啊，都是采用同样的姿势站立。Warman X 都唔例外啊，跟同系列的男性角色一样，放下双手，紧握两个拳头啊，作为呢个站立的姿势。为了突显呢个 Warman X 的特征啊，右手咧就用翻洛克炮嚟呈现。这个系列咧仲会送一张背景卡俾玩家嘅，呢张背景卡咧就系采用呢个游戏嘅画面啊，俾玩家望落去都感觉上立体啲。虽然啊，佢只能够做一般嘅摆设啊，但系如果你有买同系列嘅 Zero 咧，就可以将佢哋两个组合起嚟，一齐做一个摆设啦。今日嘅介绍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Hobby Game， 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， 又或者嚟我哋嘅网站睇下游乐资讯。下星期再见。